麻辣牛蛙，昨天都馋。今天去买牛蛙，回来之后里边有一个活的，没有杀，吓死我了。又融汇这个底料做的，这是适应广，9.93元啊，做出来菜又香又麻又辣。无骨鸡爪，永生客的无骨鸡爪，里面配的黄瓜。他家鸡爪不是泡发的啊、哦。前天去夜市买了一份，我侄女买了一份，真没有咱家那个好吃。我就吃了一个尝尝味道，不好吃。
一看这都是人工剔骨。今天我也来吃一个虾酱豆腐，我看我朋友吃可馋了，上次拍的那个没有声音，这次重新拍的。配的大米饭，配的面条可好吃了。我就葱姜蒜爆香，然后加上虾酱，然后再加点水，水开的话把豆腐下上就行了，其他的任何东西都没放，不用放调料。好鲜呢，血肠到货了啊，终于有货了。可鲜了这味道。很嫩，好吃，我这是半根的量。